宝宝宝，欢迎收看我们的百宝袋，我是丁香，我是小雨。那我们今天的主题跟炸鸡有关，没错。说到炸鸡呢，大家就会想到前阵子开遍全台超级火红的胖老爹。我们前阵子发现胖老爹出了一个很酷新的东西，是这个，这是呢胖老爹跟卡姿合作的洋芋球，超酷嘞！它已经就是红到直接出饼干了，超扯！我们看到就想说一定要买来尝试看看。然后我们今天直接不啰嗦啦，去对面买了二号餐来比较饼干跟炸鸡会不会有很大的差别吧。那我们就开始吧，试试看。哇，豪迈的拆法，直接粗暴的拆法。哦，有了，好香哦！它一整包满满的耶，我们直接吃。它做成小鸡腿的样子，我觉得很好吃耶。我觉得真的超好吃。你看这整包又是一个追剧神器，它后面有写说下酒追剧必备。它是格子状，然后有空洞，所以咬起来会有种空气感，对对，跟空气刘海一样，空气感。而且你现在去买才99块，我们两个一个人才付不到50块的钱，真的，就很适合就是那种聚会啊，就买个很多包，大家一起看电影，一起吃啊，很好吃哎，好好哭啊，很好吃。你直接忘记什么？我们忘记什么了？忘记真正的胖老爹本尊。我们今天来开胖老爹本尊吧。其实我们就是想吃而已。自己好像在开同乐会哦。我们买的是二号餐，鸡腿跟鸡块，然后95块，然后送一袋小小的可乐。完美手，完美手。噔噔噔噔噔。其实我觉得没什么好比较的，因为完全是不同种的东西。我们摄影姐姐今天第一次吃，你觉得1到10分给几分？8分。超高嘞！我觉得胖老爹近期崛起的原因，主要也就是因为他真的是炸鸡店出现一种黑马的感觉。没错，我直接把大家都打趴，啪啪啪啪啪啪啪。常常从8、9点去胖老爹买，他都说哦卖完了。就是现在我们自己啊，在我们住家附近的话，就是你打电话可能要将近1个小时后才能去取餐。就是只是一吃一鸡腿这样而已。最近真的是太火红了，大家都在吃胖老爹。我们把胖老爹享用完了，所以我们现在来做讲评。觉得首先先讲胖老爹啦，它会这么红，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它跟某些炸鸡比起来不会那么干，例如肯叉鸡这样，就是它油脂丰富，但是它不会那么腻。我觉得它在它的饼干上也有抓到一点，就是它的饼干不会那么干，很多饼干吃到后面都超干，然后这很顺，你可以一个一个，你不用配饮料。就是有些饮料，有些饼干是一定要配饮料你才吃得下去的那种。那还好，饮料就是个我们单纯只想喝一个，就可以一直这样吃下去。很脆，它是咸，对话它是咸，但它又不会让你觉得天哪怎么那么咸，就是点到为止啊，它的调味都刚刚好，对对对，很棒，大推。那我们今天胖老爹饼干跟炸鸡的评比就到这里，但是就是我们去买胖老爹饼干的时候，我们脑波太弱了，我们就顺便买了一些自己想吃的东西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开给大家看吧。首先我们买了这个地梦早乙女柠檬味挑战超酸塔，就觉得它这个太有趣了，就想说来挑战看看到底是有多酸。接下来呢，就是这个阿尼惊喜蛋巧克力，然后是玩具总动员系列，这个要价150块，平常走在路上都不敢买的，我们这次竟然买了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开这个吧，来吧，好可爱哦、喔！我们来立蛋，对，立蛋。豆姐已过，先拿初级蛋，以前的小时候超爱吃那一种。一开始不是才30块，然后会分版，然后里面就是有很酷、很可爱的玩具。时代在走，现在在变的在走，时代在变，变得已经不是以前了。同学，小心。它长得就像以前的健达初级蛋一样，噔噔噔噔噔啊！我把蛋剥破了。噔，我记得以前健达初级蛋里面也是长的，是橘色的，对，橘色的，是童年的味道。可是十年前吗？差不多吧，30块一颗，然后就变成33，
然后就一直跳，一直跳，到现在50块。50块。我之前去拿竹简蛋，到最后不用这种包装，好像是因为运送的途中毁损率太高了。到最后它变成什么？怎么样？现在是怎么样了？塑胶的壳啊。哦。然后就是拆一半，一半是玩具，一半是那个丢球球那个。这样很没有惊喜感。这韩剧不是常会有那种饼干，然后里面会塞小纸条，嗯，就那种惊喜感。我们要来拆咯。哦，看什么？嗯，好可爱哦。嗯。好可爱哦，好心动哦！我的是可爱的三眼怪，噔噔噔噔噔噔。我是，声音怎么？太甜。我是那个，那个铺满，人家是猪，它叫什么名字？火腿猪吗？它是火腿猪啊！大腿真的是戳中少女心哎、欸！我看一下它里面有什么，像扭蛋一样，它还有金色的耶，那种复刻版很可爱的那一种。吃完了这个，前往下一个吧。掉下去了，我们真的是吃东西都会掉到这个人。掉下去，来一个 ，Go！ 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开的是这个《蜜梦早乙女柠檬味挑战超酸糖》，名字有够长的糖挑战。挑战来，因为他说他是真的很酸，我跟小雨都很能吃酸，所以我们决定我们来比，就是我们两个一起吃，谁的脸先有变化就输了，好不好 ？OK 啊，它是软糖，长得可很像漫画那种，它封面就很漫画。一二三，你要咬哦。姐姐帮我们看，好，嗯，超级酸啊！我觉得很好笑，宝贝，放成那个，我好厉害哦！哎，真的，一点都没有酸的，你咬下去会崩开。我很好吃，我觉得还好，真的假的？对糖果的要求很高，没有看过的请看我们上一集全脸那个酸梅糖，真的好吃。啊，我们的脸都没有这样啦，好酸啊！它就是中间有白比较酸的物质，算夹心的感觉，然后真的咬下去会比较酸。它里面有几颗啊？我觉得蛮贵的，它11颗，在家乐福买的话是53元，看大家衡量。那我们今天的胖老爹饼干试吃跟家乐福其他商品试吃就到这里喽。如果喜欢我们的话，可以帮我们按个喜欢，然后订阅我们，开小铃铛，或者是想看我们吃其他什么奇怪的东西，先不要好了。吃其他有趣的东西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。八千。就试试看看，然后在下面留言跟我们说你觉得好不好吃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拜拜拜拜拜。大家都在吃吗？然后我们身边的朋友一直很在旁边打，也是一种潮流吧，走在潮流的阶段。那大家看我们这样把它吃完吧。我们要把它吃完。擦掉了。